的一种，它叫做雀榕。嗯哼，雀榕就是交颈，交颈的交颈就是它那个果实是小鸟的食物。食物哦，像这样的那个树的果实不开花，嗯，它有没有花？有，它开的花是在圆圆的果实里面开花的，哦，叫做隐头果，你看不到它的花。那所以在那个白白的那个里面吗？这个里面是会开花，里面在开花。白白的开花它怎么传播？花粉要传播，它才能变成，才能果实才能，才能萌芽，对不对？它会有这个小蜂，小蜂会钻进去，会钻出来，再授粉。所以像这样的那个。有，我看了好几种啊，好几种都是榕树啊，这是雀榕的一种，还有一个是岛榕，叶子像台湾岛的那个样子，那个叫岛榕。这边呢，这一棵是樟树，樟树各位知道吗？樟树，知道。这个樟树就是过去清朝末年，做樟脑的，日本时代在台湾，当年是台湾可以说世界的。樟脑丸果输出的樟脑丸、樟脑油，现在就好像很少了，就不多了啊！啊，刚刚我看看哈，这边呢。